好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呢来宜兰东山河走走看看晃晃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来这边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明天呢要去看樱花，看樱花，看樱花，看樱花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先在宜兰东山河这边待一晚。为什么呢？今天要带胖胖一起出来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明天要去看樱花。那呢，我们其实去年呢就有带胖胖还有华奈去恩爱农场看樱花了。对，有完成胖胖深潜的时候，我有答应他的事，就是一起去看樱花。那呢，明天看完樱花之后呢，我们可能会买一颗小颗的回家自己种，然后种植在阳台上面嘛，然后可能会把胖胖的骨灰啊撒在盆栽上面。这样子呢，胖胖就可以永远的陪着我们哦，对不对，好嘞？就要说到姐姐，你看现在根本就各种在那边吸她的味道，现在吸姐姐有尾巴的味道，好吸吗？菊宝，好的，我们到我们今天要住的民宿了，它叫做香草贝尔。然后呢，胖胖呢今天晚上要在车上度过，因为我怕民宿老板会 care 说有人把骨灰带进去。好啦，胖胖你今天晚上要睡车上哦，乖。哇，好温馨的感觉哦，我觉得不错。好，他们这边有二楼，但今天老板说二楼不开放，他们在楼梯口放盆栽，所以就没办法带大家看二楼有什么样子。我已经先设置好菊宝的窝，菊宝的猫砂，等一下他在家有点少 ，OK， 等一下可以放两只进来。进去外面就有个小草地，可以让黄奈奈跑。今天是好天气呢，是个赏樱的好日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太平山路上的樱园青屯，来看樱花，带着胖胖、菊宝还有黄奈奈。哇，好可爱哟！菊宝，菊宝，菊宝，哇，菊宝也好棒哦！菊宝跟胖胖，哎，王奶奶看樱花。现在菊宝在探头，在看什么？看樱花，对不对？又缩进去。王奶奶走。去拍一个爱心的樱花，走，走 ，go go go。现在来到滋纯樱的
地方，对，然后现在准备跟老板讨论说买小的回去要怎么种，现在花都掉光了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不然花开的话是蛮漂亮的，都很粉，还是有一点，这一点点的樱花。这边啊，这边的紫锤樱啊，都是可以卖的。然后呢，我刚刚看到的这一颗应该蛮适合胖胖的，这颗呀，这可能就是我们买回去就是这颗啦，这颗还不错，对，应该回去然后用用修一修，应该蛮美的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刚刚选的那颗紫锤樱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载回家了。但载回家之前呢，要先做的动作就是拔叶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呢，它才可以种的比较可以活。有没有看到叶子快播完了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想要买回去自己种的话呢，你们来拿的时候记得要多带一把剪刀，比较好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起跑吓死。大概是这样子放，只能将就一下啦。举宝将就一下哈。这两只已经无视树的存在了，真衰。好的，这个是已经换完盆，然后种在阳台模样，然后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它有慢慢的在长出新的叶子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再过一阵子呢，如果真的确定有养起来的话呢，我就要把胖胖骨灰撒在里面了呀，这样胖胖就可以在樱花树下。很梦幻吧？好啦，我们就期待一下喽。哎、欸，我们期待啊，樱花它可以养活，然后明年开花哦，这样我们可以在家里就直接看樱花了，好吗？好，好啦，那我们希望它可以养成功。干嘛那什么脸呢？好啦，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，欢迎一二三，说，在那边笑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